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636面第六行啊，从第六行看起。命中弃捐，此四句啊，这个四句是下面，莫谁随者，贫富皆然，忧苦万端啊，这个四句，泛指啊一切世人，临命终时，在一切极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独去独来，无能随伴。挚爱之人可以同时死，但不能同出去。业因不同啊，果报前殊啊，是去处各个不同啊，故云莫谁随者。这些都是人间事实真相啊！纵然是同修善业，个人感报也不相同啊，所以确实可以同时死，特别是灾难。你看，同时死的人有多少？去处不一样啊！这个事实真相呢，我们一定要了解啊！灾难来的时候，怕不怕呢？不怕。啊，如果我们一生知道伦理道德，相信因果报应，起心动念自然与信德相应，纵然遇到灾难，不是坏事，你提升了啊，你向上了，好事啊！如果不相信，古圣先贤教诲，不能够断我修善，那灾难来了，你是忘下面去了，你不能提升啊！来生想获得现前这个果报都不容易。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说人生难得了，佛法难人难闻，一世人生来生再想得人生，这个机会非常渺茫啊！那要怎么看法呢？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能不能达到中平实善的标准？这佛在经上说，上平实善呢，升天。中平实善呢，不是人生啊，下平就不行了。下平虽然不多三恶道，多半呢落在魔道、修罗、罗刹
到那里去了，那也不是个好地方。啊，那么由此可知，摄善业道是标准的，佛法没传到中国来以前，那中国人怎么办呢？中国老祖宗有标准，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善完全相同。啊，中国人讲的有伦理、五伦、五常，五常就是五戒。由四维八德啊，表面上看比摄善讲的还细，讲的还清楚啊，这从表面上看，深处看那就不然了啊。深处看声闻把摄善展开变成三千善，叫三千威仪。菩萨更殊胜，将摄善展开为八万四千善。啊，善圆满了，摄善圆满就成佛了。那这个意思就是，千万不要小看摄善。啊，等觉菩萨摄善业道还不能说圆满，还差那么一点，到佛才圆满。啊，何以见得呢？我们只稍稍留意，也能看到彩画的佛像。啊，佛的圆光顶上有三个字，通常用梵文写的，叫嗡阿吽。啊，那就是在中国呢，我们看到有中文写的，有藏文写的，啊，写这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身口意。啊，嗡是声音，啊是口音，吽是意义。啊，声音就是不杀、不盗、不淫；口音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意义不贪、不嗔、不痴。所以，那个顶上三个字就是摄善业道。啊，所以摄善业道到成佛才圆满，怎么可以轻视它呢？啊，现在一般学佛，无论在家出家，把这个小看了，就像学儒小看了《弟子规》，学道啊，轻视了《感应篇》。啊，认为这都是最浅最浅的，浅的不得了的。没有想到，最浅原来是最高啊！最平常的，原来是最殊胜的。啊，这个是佛法所讲所说的无二法门。啊，谁能体会？确实，能体会到的人太少了。如果到有一天命中捐弃，这个捐弃是身体，身体丢掉了，不要了。到这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
啊，想学机会没有了啊，所以幕后这个四句啊，泛指一切世人。这个一切世人不但是六道，还包括十法界啊，临命终时，这特别是指我们欲界啊，欲界临命终时，生死了，这个死命终是生命终，这个要记住啊，灵性没有命中，灵性不生不灭啊，不但灵性没有生灭，灵魂也是不生灭啊，灵魂有转变，所以它叫变异生死。身体呢叫分段生死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生活了几十年，这一段这一段一段的啊，所以是有这个身体呢叫分段生死，没有这个身体，灵性呢叫变异生死。变异什么？它不断向上提升或者往下坠落，那都是变异啊。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真的明白了，你一切所爱的、所贪念的啊，眷属财宝，你一样都带不去啊，皆当舍离啊。佛家所谓的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啊，你能带去的什么呢？能带去是你的业啊，你的善业，帮助你生三善道；你的恶业呢，帮助你去生三恶道啊，通通都是往生。到哪里去往生？个人有个人的业报啊，所以你是独去独来啊。再恩爱的夫妻，两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去处不相同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只有一个方法去处可以相同，那就是念佛求生净土。早年慧远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啊，员工在庐山东林建念佛堂，志同道合的123个人，个个都完成往生，当然不是同时，有先有后啊！啊，后往生的人，弥陀来接引呢，都看到先往生的人跟在阿弥陀佛的旁边，一起来迎接他。啊，这就是说明，啊，命中眷契还可以在一起，大概只有极乐世界啊，除极乐世界之外啊，就不可能了啊。那么你自己的恩爱眷属，你要是明白了、觉悟了，确实只有这个办法，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啊。怎样才能够真的实现呢？那就是
每个人心里头都要把阿弥陀佛装进去。那心里不要想别的，通通想阿弥陀佛。我心是阿弥陀佛，你的心也是阿弥陀佛，他的心也是阿弥陀佛。这就是圆工东林莲社当初的办法。那个个都往生了，在这个世间大家聚集在一起修行，到极乐世界也聚集在一起修行。这是一个可靠的方法了。我们永远不会离开。最近我看到有几封信，各地的同学们，希望有缘分呢，跟我在一起共修。今天我把这个方法传给大家。确实可以永远在一起。那你的心里头要有阿弥陀佛，不能有净空法师，有净空法师不能往生，有阿弥陀佛你就能往生。这个很重要啊！大家记住，有缘必成。下面说的好啊，挚爱之人呢，可以同时死啊！这个同时死在现在我们看得很平常了，灾难当中，你看一个灾难死多少人？同时死，但不能同出去。为什么呢？业因不同，果报千殊啊！去处个个不同。这一离开之后，纵然再遇到。回头再遇到不认识，为什么改头换面？除非你证果了，有神通，至少证小乘二果以上。为什么呢？二果有他心通，有续命通。能认识，改头换面也认识。我在人道，他在畜生道，我也认识他，这有神通吗？出国还办不到，他没有这个能力。故云：莫谁随者，没有人能跟随你。普贤行愿品云：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这个刹那是讲最后的一念，一切诸根悉皆败坏。这是说什么？说你的灵魂离开你的身体。你身体所有的器官功能都失掉了。这个败坏就功能失掉。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亲戚跟你告别了。一切威势悉皆退失。
啊，这个地方举的例子是过往。你的权力，你的势力，跟着你的身体一起走了。啊，灵魂离开身体，也就离开了一切啊。福相大成啊，这是帮助你的人啊。你是个国王，你底下的宰相大臣，这叫人事离开了，不属于你的了。宫城内外，宫是宫殿，你居住地方啊，城是城市。古社会讲的京城，京是大，今天讲的大都会，啊，内是讲的宫，外是讲的城。相马车乘，这是你的交通工具。啊，珍宝福藏，啊，你收藏的这些珍宝。如是一切无福相随，这一切的意思，没有一样东西能相随。你要这干什么？啊，这个世间人确实有这些嗜好啊，想收藏啊。啊，我们是贫寒出家。啊，从小没有这些东西，长大之后学了佛法了，觉得这是个累赘，是个负担。啊，你有这些东西，心就不安了，你常常惦记它，常常牵挂它了。啊，所以这些年来，同学们送给我这些。这一类的啊，珠宝、玉器啊，艺术品，我统统都不要，随手我就送掉了。为什么？我没地方放啊，虽然很名贵，没地方放，都送人。啊，他们居住的房子大了，有厅有堂，可以悬挂这些艺术品。我没有这个地方，啊，我也不愿意要。啊，那么我需要用的，我都用复制品。啊，你看我背后这一组佛像。应该是唐朝的这个绘画，我这是复制品啊，原来的呢，原来送人了啊，复制品放在这放心了，这不值钱啊，原件我统统不要。哎，以后有人送这些东西吧，送复制品，不要送原品，这个原件我不要。啊，决定不要去操心。啊，丢了也欢喜，人家拿去了我也欢喜。哦，在底下讲常云，这个佛门常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一随身。这两句话词的也有，不论贫富，莫不皆然。过中
忧苦无尽呢，故曰晚断了。啊，这个世间人谁没有这个苦处？都有。啊，这个苦从哪里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哎，你有这个执着，你就有这个苦啊。你不执着了，就没这个苦。啊，财无有。很好，没有也很好，决定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你就苦了。啊，常常想着，财物不是我的，我到这个世间来，吃苦苦的来到这个人间，什么也没带来。将来走的时候也是吃苦苦的走，什么也带不去。那换一句话说，这个世间有缘，我暂时用到它了。啊，要想的都是暂时借我用一下的。啊，决定没有一个念头是居为我有。那就错了，你就有负担了，你就有累赘，有忧虑，有牵挂，一大堆的烦恼都来了。啊，像我们住旅馆没烦恼，那为什么呢？很清楚，这个房子居住的都不是我的。啊，我明天走了也不会再牵挂他。啊，用这种心态呀、啊。住在这个世界是很快乐的啊！我们到地球上来观光旅游的啊，这个里面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啊，与我丝毫不相关啊！我可以欣赏，可以游乐，绝对不会有个念头。居为己有，没这个念头啊，控制的念头没有，占有他的念头没有，就自在了啊。有这个念头，两个念头叫造业了啊。这两个念头没有，那叫净业啊。真的，你可以享受它是净业啊。没有占有，没有控制，这个态度啊就好。再看下面一段经文，讲眷属和敬，这是佛劝导我们：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常和，莫相违利。这是一小段啊，劝导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和为贵，啊，下面劝导我也是教导我们要看破，要放下，或是心增，或是有的时候啊，心里起了个念头，这个念头无非是想控制，想占有，想干预，都错了。古大德有一句话说：“好事不如无事，无事是智慧。”
好事也是造业，那业就有善恶，善恶往往自己没有智慧，不能判断，自己以为是善，殊不知它是恶。啊，为什么呢？给别人带来不方便。啊，我们以为这是好事，那是我们的标准，不是他的标准，真的难了。啊，只有罗汉以上，才能见到事情，啊，真实的情况。为什么呢？阿罗汉是真的无我了，见思烦恼断，才能见到真相啊！啊，带着这些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啊，这个有色眼镜看外面东西，你全看错。啊，全是自己的标准呐！啊，自己标准当然就会跟别人起发生冲突。啊，冲突一发生，自己要不知道退让，最后是两败俱伤。啊，别人如果含着有冤屈，那就会变成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有同修告诉我，世间最残酷的业报，无过于战争。在战争当中死亡，他永远还在战争。啊，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我给他印证，一点都不错。啊，我在学佛的早年，应该在学佛之后20年，常常做梦在打仗。啊，因为我们小时候生在抗战时期，中日战争，在逃难，在打仗，你看这个印象多深刻。啊，学佛20年了，有时候还做这个梦，在逃难。啊，那么由此可知，在战场上死亡，那个阿赖耶的意识永远抹不掉啊！啊，死了以后怎么？他没有觉得死，他还在打仗。啊，如果不觉悟，几百年、几千年都在打仗，真的是苦不堪言。每一天都在惊慌当中过日子啊，啊，恐惧啊，身心都不能安稳啊，生生世世要搞上几百年几千年，你是多苦啊。只有菩萨慈悲，啊，遇到菩萨了，啊，菩萨跟他们现同类身，讲经说法，帮助他们觉悟，啊，觉悟之后才知道错了，觉悟之后战争早就结束了，啊，他不知道结束。
啊，再慢慢恢复正常，那多可怜。啊，心有增知，就有所悔怒，怨恨恼怒烦就出来了。后世转举，至诚大愿呐、啊！啊，从小愿变成大愿呐、啊，从小的摩擦变成大的仇恨呐、啊。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啊，这个相迫就你要看破啊！啊，有面这段经文劝世人：清捐之节，应当和敬；不和就成怨。怨万万不能解。古大德劝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决定不跟人结怨。啊，别人来找麻烦，我们心里马上就明白过去式的怨恨，现在遇到了。啊，八苦里头怨憎会，冤家对头是碰到了。啊，碰到人要忍要让，对他要谦虚要恭敬，把他化解。啊，恭敬谦让，结怨释结，这是有智慧，这是聪明人。那我们以这种态度来对待他的时候，他会感动。如果他一觉悟很好，他也放下了。啊，决定不能坚持，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坚持。啊，错跟对没有绝对的标准。今天对了，也许明天就错了。今天对了，也许明年就错了。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这个事情在直六道啊。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事，几乎都免不了这些现象。不但是亲眷之间应当和解，对一切人、一切事物都应当和解，不跟人结怨，不跟畜生结怨，乃至于花草树木都有灵性的，我们还是以亲近来对待、啊、哎，不跟他们结怨。下面念老给我们的解释：敬爱、恭敬与慈爱啊，这是我们应当要有。啊，不要轻慢，轻慢是个小事，由小累积就变成大我，变成大愿。啊，所以小礼小节守住，大礼大节就不会失去。啊，憎极是指憎恶，憎恶说讨厌他，不喜欢他。
这个也很能够积怨在嫉妒。经上所讲的，在我们现前社会到处都可以看见有物相通，通这个相相通之财物，因我之所有即彼之所别人有缺乏的，我要帮助他要欢喜施舍。从这个地方下手学大乘之后，我们晓得佛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最大的恩惠是什么？法布施。因为法布施能帮助人觉悟人要觉悟一切问题自然解决不觉悟他迷惑，迷惑哪有不造业的道理？言色指言语与面色，还原观四净德里头第三句如何知止你看贤首过世德行只提了四个纲领颜色在里头言语要柔表情要和违逆，违是违背，逆是拐，是狠。回溯于一声下气，言不违逆，温良恭谦，面无平处是为常和。故知颜色常和，即经中之和言爱语。爱语不是说好听的话，好听的话有的时候害他。爱他是爱真诚，从内心里面真诚爱护他的话，这叫爱。他有过错劝导他也是爱。规劝不容易谁能接受？不能接受，决定不能劝他，犯了过失也不能说他不接受我。你也劝他的，你知道什么？过去李老师教导我们的时候常说劝你的人是谁？两种人对他有义务，一个是父母，你有错误他纠正你；一个是老师老师对学生的教诲还得察言观色。
啊，这个学生不能接受的，不要给他结怨。啊，我们在学校念书就见过，老师很严厉，常常责备这个学生，不喜欢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怎么样？毕业文凭拿到之后，就想办法呢整老师，报复老师，啊，好好的揍你一顿。那真的不是假的。啊，报复啊！啊，所以李老师就教我们：啊，学生当中有可以教的，教他；不能教他，把他看作旁听生，对他客客气气。啊，他有什么毛病，从来不说。啊，因为我们班不大，小班，啊，讲堂大概就是我们摄影棚这么大的呀。啊，同学们就20几个人，那看到老师，就对几个学生啊，非常严厉，啊，有打有骂，啊，被打骂的都哭哭啼啼。老师对他们从来没有好眼色对待，哎，有几位同学，两三个同学，老师对他很客气，从来没有，没有不好的面孔，都是笑面迎人。啊，那个时候我年轻呢，我31岁跟他。我看不懂啊。老师怎么会是这种态度？啊，我这个疑惑，没说，被他老人家看出来了。有一天把我叫到房间里，问我：“你看到这个，我对待同学是不是有疑惑？”我说：“是的。”我不敢讲。老师就说：“同学，真肯学。”打他骂他都打不走的，他还感恩啊！虽然哭得很伤心，他感恩，他听话，这是要教他了啊！我们那个班成年的人多啊，我在那里算年轻的，年岁最大的林看志60岁啊，已经有孙女儿了，是做祖母了。啊，老师说，我们才恍然大悟。啊，那几个对他很好的根本就不听。啊，老师说，好好好。说完之后，我行我素。啊，表面上看得很恭敬。老师的教诲。没有放在心上，根本就不能去做。啊，那这样的心态就看作旁听生。啊，老师对他只有恭敬客气，不闻。啊，所以和颜爱语，这个很重要。说以上啊，劝和啊，这经文上这个解释上面讲的劝和，下明不和皆成大愿，就经文从和时心增有所会怒啊，这个下面啊，这底下这段文呢。
是不活就结成大缘。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何比什么都重要。那佛教弟子为什么他没有组织？真正是一盘散沙。为什么这些同学都能守规矩？就是释迦牟尼佛提的六合敬，人人自爱，人人想着与别人和，不要求别人与我和，个个都要求我跟别人和。所以团体虽然不小，我们估计师尊当年在世的时候，他那个团体不会少过3000人。这样大的团体和睦相处啊，它是六合敬的团体，人人都自爱。它的能量的来源就是世尊天天教导，天天讲学，天天教导啊。每一个人呢，自动把六合落实了。六合里头最难的一条就是见合同解。现在人讲呢，建立共识。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认知，这个是和睦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和睦做不到啊。那么佛法的共识是什么呢？佛没有说，你们想的都错了，我想的是对，都得要照我的想法。你们想想，有人能服他吗？没有啊，那做不到啊。佛的共识非常巧妙，叫我们说放下，你放下不就活了吗？你说你有理，放下，他说他也放下，大家通通都放下，活了，没事了，了解了。你看，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起心动念，不全活了吗？这每个人服了，我放下，你也放下了。六合敬是建立在这个道理上，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人反对的。那在净宗法门就更特别了，更殊胜了，一切放下，阿弥陀佛。通通都归到阿弥陀佛，不就好了吗？那么世尊这个团体是个教学的团体。跟一般世间团体又不一样。学生都尊敬老师。对老师有信心。对老师的教诲有信心。又能认真奉献。戒律从哪里来的？戒律不是释迦牟尼去想一条一条定下来，不是。怎么来的呢？同学当中有人犯过了。那佛就
这一条以后大家记住，这个不可以，这个事情不能做啊，这就列一条。所以戒律的完成是长时期完成的，佛没有去想它了。啊，这杀生啊，看到同学当中有杀生，当然不是杀人，像杀小动物，啊，定下不杀生这一条。啊，因为偷盗想占人便宜，发生这个事情呢，啊，这个偷盗不可以有。啊，这么来。啊，都是同学发生这个事情了。啊，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啊，有的是佛看到了，多半都是同学们到老师那去报告，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一条不可以做，应该做的没有做，也要知戒律，这一堆人一定要做，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啊，戒律不是预先定好的，啊，这个僧团大义团体，啊，真的是如理如法合情，啊，情理法面面都顾到啊。下面会疏语，以身下气，言不违逆，温良恭谦的啊，这种态度啊，要学的啊，不和一定要戒住，不和就结缘啊，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和是心真真。通常就是讲增值的增啊，一切精英义里面的解作讼啊，讼就是诉讼告状，很喜欢讲告状啊，会说人情，平时虽无愤恨，违境或生，不时斗争，故曰何时啊？这个就是讲。烦恼习气，人人皆有，这不能否认。那六道众生哪个没有啊？啊，没有缘触动，他扶着呢，他不发作；可是有缘触动他呢，他就爆发了。啊，什么时候发作？他自己都不能控制啊，说发作就发作了啊！这个在佛法里叫修行，行就是行为，特别指一些不善的行为啊，不善的行为要把它修正，叫修行。所以修行是。修正行为啊，从哪里修呢？从心地上修，心地是念头，不善的念头才起来，这一觉悟马上把它放下啊，因为言行是听念头指挥的，念头善，言就善。心就善，念头不善，言就不善，心就不善。啊，所以修行懂得这些道理，把念头抓住，就容易了。啊，不许可有不善的念头。止不住的时候怎么办？念佛无上法门啊，止不住的时候，大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纯净纯善。
啊，阿弥陀佛的本意就是我们自信清净心。啊，我们自信的清净平等觉，啊，就是阿弥陀佛的真实意。啊，古德说得好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要回来得快。啊，把这个真就化解了。啊，回来的慢呢，它就产生真的。啊，学者不与人争，无理不争，有理也不争。这是真修行人，大修行人。表现出来的确实是前面所说的。静定安乐，啊，这个乐不是狂欢，啊，而是心情愉悦，啊，表现在身心上，啊，满面的笑容。一种喜悦相，啊，特别慎重，就是一时或起想逗僧僧的念头，对，心生念头。不能有这种念头，下面悔怒、嗔恚、愤怒，三毒之一了。一时嗔心啊，造成小恨，但是冤冤相报，无有一时啊。怨憎常会也。互相杀害，愈演愈烈。古人后世转句自称大愿。啊，诸位看文昌帝制帝君胤祉文，暗示全书的上半部。你看一开头他叙述他，一时七世为士大夫。讲他那个时候生生世世抱怨啊，互相残害啊，造成极大的罪恶啊，这个都是应当要避免。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不给别人有生气、啊，有怨恨的这种机会，不给他。这是我们修行的真功夫啊！啊，所以经上常说。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是菩萨。一个人所在之处要叫众生生烦恼，他不是菩萨，他是魔。魔给人带来烦恼，菩萨给人带来喜悦。
啊，这一句我们常常放在心上。时时提起正念，不允许它发生，就是一时成心造成小恨，对自己对别人。啊，对自己要忍耐，对别人要忍让。那这一让，他会反省。问题啊，确实就化解了。啊，如果不肯相让，一定要争个胜负，啊，叫逞强好胜，啊，那就会造成冤冤相报，无有一及时。啊，这是八苦里面冤憎会苦。啊，严重的演变为战争，啊，确实，就像文昌帝君，也是十七世，这些事情，啊，成了大人。文昌帝君是遇到佛菩萨。开导之后，他觉悟了。那么现在这些事情，在人间我们看见了，还不严重。最严重的，是在轨道。啊，是在这些幽灵，啊，最近这个北京居士送了2篇光碟，里面的内容，中日战争，几乎在每一个战场上，死难的双方。战死，包括将军，现在在干什么？还在打仗。那这一小部分觉悟了，来祈求超度。啊，说明我们超度诵经呢有效。他特别提醒。诵经的时候要观想，要真正想到他们，他们才能够得到。如果只是诵经呢，不想他们，啊，想别的事情，他们得不到。这个很重要啊。古人所谓的“诚则灵”。啊，不是诚心就不灵。诚心是即神如神在，你一定要想的。啊，我们这一拜拜释迦牟尼佛，就心里就想释迦牟尼佛，他就有感应；拜阿弥陀佛就想阿弥陀佛。啊，拜阿弥陀佛想释迦牟尼佛没有感应。啊，那我们消灾要回向给这些众生，回向给哪一些众生，就要想那些众生。啊，所以为这些双方啊战争当中死难的这些将士人民，
你就想到战场上那种凄惨的状况啊，他们就会有感应啊。有善根的这些灵啊，他有些可能他就往生了，真的念佛往生啊。有些到天道了，有些畜生道了，人道了，啊，都是好事情。他就像畜生道，他从恶鬼也升了一级了。啊，有人问他了，真的能收到？啊，真的，他们现在做幽魂呢，很苦啊！啊，我们看罗马军团的故事，那都是真的。啊，遇到佛法，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么下面挂壶里头说，如琉璃王为报续愿于净沙世中，啊，这经上有这个故事。琉璃王，释迦牟尼佛在世，大国王啊，啊，他跟释迦族有冤仇，冤过去生中结。这个在释迦谱里头都有记载啊，不是前世，也不是在前世啊，这是过去很长很长的时间。琉璃王这一群啊，那个时候他们在出生道啊，在一个鱼池里面，他们是一群鱼。啊，琉璃王就是这个鱼里面的头目。啊，释迦族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些渔夫捕鱼的人。啊，有一次他们想把这个池塘里通通打捞起来，把池塘的水放掉了，啊，鱼全部杀掉了。这一群被杀的这些鱼怨恨不灭，生生世世记住要报仇。释迦牟尼佛出世了，释迦生在他这一族。那些鱼呢？鱼现在变成人了，琉璃王这一族。啊，无量劫前的怨恨，小小的一点事情一挑拨，就变成战争。啊，释迦佛想阻止这个战争，阻止不住啊！如是业，如是业，如是果，如是报。啊，救不了，怎么劝不听，不接受。啊，一定要把这一族灭掉。所以最后释迦族就劝大家逃亡。啊，所以他的家族逃到西藏，在后藏，以后就没有回去了。
就在西藏落户了，所以释迦族也算是中国人了。这一桩事情，当年张家大师告诉我的，释迦族整个这一村逃到这个后藏。这是用这些事来告诉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什么样的怨恨呢，都要把它看破，要化解，决定不能结怨，结怨后果太凄惨了，生生世世多少事都不能够解决，愈结愈深。连佛菩萨都无可奈何。所以这里讲啊，世间冤报之死，互为祸害啊。既造业因，必结恶果。报应虽不立即，显现于当时。古人虽不临时。但因果不虚，决定报偿于后世。你这个事情麻烦。果报能够降临在当时，都是属于轻的。愈急愈厚，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决当报偿于后世。慈禧太后的事情就是明显的例子。他是报私仇，私仇报了，他又造了新业。这个新业是什么？把中国传统文化毁掉了，造了更严重的罪业。丝绸是清朝在没有入关之前，也就是说在明朝那个时候，他们附近有个小的部落，叶赫那那氏。他们把他灭掉了，这一族灭掉了。叶赫那那氏的酋长临死的时候对天发誓，我族里头纵然剩一个女孩子也要报仇。发了这个誓，满族入主中国，在中国做了皇帝了，就定了这一条的这一条文：只要是叶赫那那族的人，决定不准进贡。要隔离，一直到咸丰200年过去了，200年都没事了。咸丰知不知道慈禧是以后知道，
啊，认为这个女孩子有什么了不起啊？怕她干什么？啊，所以就立她做贵妃。啊，以后没有想到她真厉害。咸丰死了之后，他夺权，因为什么？他生了一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那对于他继承王位，那他就变成太后了。啊，儿子年岁小，太后垂帘听政，啊，所以这个国家政权就变成掌握在他手上。为欲所为也，灭了清朝，再报了仇啊！啊，但是这个手段把汉族几千年的伦理道德文化给摧毁。啊，藐视佛法，啊，自称为老佛爷，所有菩萨都站在他旁边了。啊，清朝历代帝王都信奉佛法，佛门里边高僧大德封作国师的很多，自称为弟子，只有他。自称老佛爷啊，这个罪过重了，真在地狱，他想出地狱可不容易了，没人救他。啊，心太狠了，手段太毒了，那么另外现在在社会上我们也常看见中国外国的败家子啊，这是什么？儿女跟父母四种人抱怨的。所以现在多少父母我们所接触到的啊，都说小孩不好教啊，老师我们也常遇到，老师来给我们说现在学生不好教啊，我们知道这个原因。今天这个世间人有几个是以仁慈的心待人情啊，你用仁慈心待人接物，你与人有恩啊，他到你家来做小孩，他来报恩的，你没有恩惠给别人，起心动念呢都是损人利己。那换一句话说，你给别人借的全是怨，那你家的小孩都是冤亲债主了。啊，所以我们也得深深记住古大德教导我们，决定不给人借冤仇。啊，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于人要结恩，不能结怨。啊，要能够舍己为人，不能占别人便宜。啊，有占别人便宜的念头，
这个念头是道啊，道心呐、啊。啊，虽然你没有行动，你的心已经犯了道戒，在菩萨戒上就破戒了。啊，小乘戒、比丘戒，论事不论心，好守。菩萨戒难呐、啊，菩萨戒是论心不论事。他戒罪是从起心动念，他不是行为。啊，所以比菩萨比声闻高太多了。啊，同样一条街。菩萨比声闻难太多。不起心，不动念。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父母杀儿女，儿女杀父母，兄弟互相残杀的，这已经就不是新闻了，太多太多了。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冤冤相报。啊，还有现在妇女堕胎，堕胎什么？他到你家来，你把他杀掉了，他还不回来，会还会，他来的时候就要杀你，啊，他来报仇的，如果这个小孩是来报恩的，你堕胎把他杀掉了。你看恩变成仇，如果他报仇的，你把他杀掉了，仇上又加仇恨。啊，他是讨债还债的，那债务你把他杀掉了，不但欠债还欠命。想到这一点，你还敢造吗？不是造作就没事啊，造作后头麻烦可大了，佛菩萨都不能给你解决，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啊，在很多活动当中我也常说，受苦，传统文化的教育、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这种人羞于作恶啊！他认为说，我做坏事很丢人，不好意思，这是个约束的力量，比法律好啊。可是因果的教育，你懂得业因果报，丝毫不爽，你不敢做坏事。那为什么想到后果就害怕了？啊，你那个念头自然就停止了。啊，因果教育重要，比什么都重要。中国过去几千年，这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靠什么？老实讲，靠因果教育至少70%，伦理道德只能占30%。啊，所以在过去，啊，不要说太久，70年以前，
每一个城市都有城隍庙，不但每一个城市，大一些的乡镇都有城隍庙。城隍庙所在之处啊，的确是正邪。啊，上城隍庙烧香的人络绎不绝。啊，城隍有没有？有啊。我还祭祀的时候，应该是七八岁。那我们庐江县城的城隍庙被毁掉了，军队去毁掉。啊，在军队毁掉城隍庙的前三天，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冬天过年的时候，啊，我们住在乡下，啊，到城里来看外婆，啊，外婆在。啊，是冬天下雪。啊，外婆家的邻居不是紧邻，好像我记得各四家，不，各四家那一户人家，有个老人生病，大人呢生病，生病他就跟家人说，城隍要搬家，拉夫。啊，拉他去挑东西，啊，搬家，那要命的事情啊！这怎么办呢？他说，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请人代替他。所以家里啊，扎的是麻了人呐、啊，烧纸钱呐、啊，烧了很多，就是够了，够了，差不多了啊，可以找到人代替了。他病慢慢就好起来了。三天之后，果然发生这个事情。半夜，军队进了城隍庙，把里面的佛像全都毁掉，神像。那前一天。啊，回城隍庙前一天下雪，雪地上啊有印子，啊有车有马有人走的印子，从城隍庙到出城那一条路好像是西门那一条路，你在雪地上能看见。我们家乡很多人，大概像我这种年岁人都记得，真的不是假的。啊，城隍前一天搬家搬走了，啊，第二天他们才回城隍庙。啊。你要说是假的，我不相信。我亲眼看见的，啊，亲身体会的。这个年岁虽然小，大概是七岁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啊，
城隍搬家了，城隍庙我去过很多次，啊，母亲到城隍庙烧香带我去，啊，里面的阎王殿，十殿阎王是泥塑的，塑得非常好，啊，真正是艺术品。啊，所以我们家乡人对这桩事情印象非常深刻。啊，真有，绝对也不是假的。所以故云：“应机相迫。”啊，想破就是看破，你应该要看破。果然看破了，你就能放下。啊，放下，不再做这些事情了。幕后这一句话，众生但知为果，菩萨则为因也。啊，这就是迷惑的人，果报现前害怕了，害怕没用了。啊，你不能不受啊！菩萨聪明，菩萨怕造因。啊，怕遭恶因，为什么？恶因后头肯定有恶报，决定逃不了。啊，前几年我请，也是我的一个同学。啊，李老师的学生江一慈，台湾的画家，我请他画地狱变相图。我在缘起里头写得很清楚。我怎么会有这个念头呢？城隍来找我附身啊！他告诉我，他是庐江县的城隍啊。说出我小时候的事情，没人知道，我弟弟也不知道。那这个事情，那个只有我母亲晓得。那他能说得出来，我相信了。啊，找我干什么呢？希望我帮助啊，把城隍庙恢复。不是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得到。啊，但是国家政策不许过。啊，他也明了。啊，他就想了一下，他说：“十王殿非常重要，说我知道。城隍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十王殿，十王殿交因果啊。啊，当时。”我在新加坡，他到新加坡来找我，啊，负责跟身上找我。那么居士林正在建外面的围墙，啊，用福建惠州的浮雕
里面雕的24相，是吧？做得很好看。我就想，我说能不能把这个石殿、阎王殿做成浮雕，镶在这个墙壁上？哎，他就马上回答我，那这个浮雕就不如画画。如果能把这个地狱画出来，啊，把它多印，啊，希望我能够在全世界这净宗道场啊都能够把它展出来。哎，我说这是好事情，这是他提出的建议。我说那这更好办了，啊，所以我就跟江一次商量，我一提起他马上就同意。我说为什么？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提过，希望他画一张地狱的样子。他没有画，老师还希望他跟地狱对变相图对比的画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图，啊，让大家看看这边是苦，这边是乐。我说好啊，那你现在应该要做了。啊，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很多同学都看到，那是一张巨幅的制作，啊，50多米长，啊，26公分高，50多米长。这张图大概可以啊，印上上千张都不止。城隍来找我的，我替他做的这个事情啊，那是真的，不是假的。绝对不是迷信的。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绝对不是说信就有，不信就无，哪有这种道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任何人代替不了，善恶变化了，追逐所生。道路不同啊，会见无期呀、啊。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我？啊，念老的注解，右段劝喻世人舍我修善。啊，这是这两行经文所说的宗旨。啊，爱欲指情爱与贪欲。啊，现在所谓的情执，这个很难断。爱不重，不多娑婆，这是古大德讲。念不移，不生净土。世人具体沉溺于爱欲之中，这句话是现前，可以说是全世界社会的写照。这不是一个地区，全球性的啊，都沉溺在爱欲之中。啊，情爱、欲望，啊，这个情里头真有爱吗？
假的，不是真的。佛法说永恒不变是真的，见异思迁是假的。啊，今天这个社会上真有爱情吗？真正有爱情还情有可原啊，都是虚情假意啊。那大家互相欺骗呢、一丝毫真诚都没有。在今天这个社会，不像人间了。有人说人间地狱，这个话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地狱在哪里？今天人间是地狱，人伦基本的道德观念都丧失了，完全丧失了。我们讲无常，确实今天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中国过去社会这无常是底线，任何人都得要有。没有，你怎么立足于社会？不能不讲究这五个字。人推己及人。想自己就要想别人。从哪里想起？先从父母想起。然后想妻子儿女，然后想兄弟姐妹，一层一层扩大。要尽自己的本分啊，要爱护这些人，要关怀这些人，要照顾这些人，要帮助这些人。现在没有了，现在人只想到自己，除自己之外都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是欲望情绪，夫妻之间恋爱结婚了，你要问这结婚的两个人，你们两个当中互相真的相信吗？他会摇摇头，走着瞧吧。这个态度是真的，不是假的。观望不能长保几天分手的有，几个月分手的有，一两年分手的很多很多都在造罪业。给谁结了怨呢？如果他生了小孩，跟这小孩结了怨。你们不和，他受罪业。他的怨恨这一生一世都洗不掉。
啊，来生后世有意无意遇到了，能不报复吗？我们看念老这个文，情爱贪欲，是为生死之本。啊，这就古人讲的，爱不重，不度所过。啊，这个世间人完全沉溺在其中。啊，所以就讲六道轮回了，思此生彼，流转无穷。六道从哪来？就从这来。啊，佛法讲的贪嗔痴啊，纵使眷属满堂，于生死之际，生是孤身来，死时候呢，独自去，无人相随，无人等待啊。故曰：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啊，无有待者。这在指出苦乐的果报啊，皆是自作自受，也无有能代替者。啊，你一生遇到善缘，行善积德，你去的地方好啊，啊，好，也只是人天两道。啊，如果心行不善，你去的地方也不好。啊，这个不好是指三恶道啊！啊，苦乐自当啊，自作自受啊。警心曰：“自当就是自受的意思。”啊，善恶变化，善变化就是善道，善去报啊，三善道的果报。恶变化呢，就是三恶道啊，人变成畜生，变成恶鬼，变成地狱了，变化了。回溯于今世善果，所作的业因恶呢，来世就变成殃祸啊，殃过、过失、过失天灾人祸都是自己造作不善的业因所感召的。那么现在我们虽然是恶报，很苦，但是所做的善，那来生的时候它就变成福报，千变万化，不可拘束。啊，这是变化了又一种解释。啊，都能讲得通，也都是事实真相。啊，总之，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是真理，是事实。啊，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小心谨慎。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